那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呢，是唐三藏玄奘大师所翻译的。这个唐朝啊，唐朝的高祖叫李渊，这是隋朝的皇帝啊，禅位给他的李渊啊。这个玄奘大师呢，他是出生在西元六世纪，有的讲六百年，有的讲602年，一直到664年，是唐代的高僧。每次读这个玄奘大师的这个故事的时候，总是看到修行人呢，就是诸佛垂家护，护法龙天呢共护持。他的故事真叫人感佩啊。这个玄奘大师啊，是洛州沟氏人，也就是现在来讲是河南偃师这个地方的人，河南省。他俗姓叫陈，名字叫辉，单字陈辉。大家都称他为唐三藏，因为他精于经律论三藏。看到这个经律论三藏，称为三藏法师，我们现代所有的修行人都该好好的扪心自问、自问、忏悔。我们能熟经，只有几部经；能熟律，只有守得住的那几条戒律；能说论，也不过一两部论。读读玄奘大师跟所有大德的故事，才知道真的修行是全面的，真的全面的。虽然修行里面刚刚讲了，你彻见清净本性啊，之后所有的都融会贯通，确实可以达到这样，因为世尊所说嘛，对不对？对于所有一切不会有障碍，但是言行举止当中，总还会有一些不是很明白的地方。什么路都得走过啊。那这个玄奘大师呢，熟知所有佛教的圣典，在我们中国是非常杰出的译经家，法相宗的创始人。他的主要的一辈子一生里面的主要的一些记录，我们花一点时间来了解。有的说隋代开皇20年，也就是西元600年，那时候是隋代，还在隋朝。他出生了，他的哥哥就是兄长，那个时候就在洛阳的净土寺出家，法号长劫，是长劫法师。玄奘大师啊，从小的时候啊，就常常读诵熏习佛法，只是佛典，对于这个经典就常常熏修。那对于儒道百家的典籍，其实也是有涉猎，他不是只读这个佛典，
因为一定会有一些基础教育嘛，那你要认得字，开始一定会有一些儒学啊等等这些。到西元612年，大业八年，当然这个时候就是唐朝咯，唐朝的大业八年，612年的时候，他年龄很小。当时啊，当时这个僧众啊出家是有僧籍的，也就是这是政府啊要来考试的，考试你对于三藏十二部经论是不是能了解，那你是不是具备了当一个法师的资格。所以当时啊，度僧也就是在做这个会籍啊，做这个僧众的册籍册的时候，大清理正善果，当然就是负责这个业务的这个官，他看到玄奘大师啊，年龄虽然很小，但是他问的问题他对答如流，看他气宇非凡，然后认为他确实有出家的这种气势，有这样的气度，破格以沙弥的身份录入僧籍，也就是登录他确实是沙弥，还有这样的资格，这是法器啊。那这个时候玄奘大师啊，就名正言顺的跟他的兄长长劫法师一起安居在净土寺。那这过去的僧团对于这个经论的研读是日常就应该有的本分，他就是基础，就一定有这个东西。他一个小小的沙弥的身份呢，就会景，当然里面的法师啊，听《涅盘经》，从严法师受《大乘论》，是不是？就是寺院里面惯常的都有经论在一起研读，开大座。世尊当时的教导其实就是这样的模式呢，其实真的就是这样的模式。你看世尊呢，你回复去看阿含经，看每一部经是不是托钵乞食，食器之后就是大家吃饱之后是不是洗足矣，结跏趺坐，开始就是请法，是不是就是把这个道理不断不断的宣扬，这是出家人的本分呢。出家人本分本来就是这样。当时还有这样的景象，还有这样的事实。话说啊，隋唐这个当然是朝代。改朝换代的时候，总会有一些制度上的变化，然后天下还没有统一。那隋唐之际啊，天下就有些乱象。这个玄奘大师啊，就与他的兄长长劫法师开始参学，遍历了龙、蜀、金、赵这些地方。参谒肃老，也就是对于一些老修行的有名的法师都一一去参访，他的足迹遍及半个中国。这是用什么角度去？这个也是我们可以了解的。你是以游玩的角度、参学的角度、学习的态度，那就不一样了。你玩乐的角度，大江南北
说来说去，也就是在外界的地水火风的四大山河大地里面游览游览嘛，寻找一个内心的平静而已。但是他是为了参谒素老，然后修行者。那在过去呢，像这些大德对于后学，对于后学都有提携，也都意愿的指导于他，有这样的风气啊。你到某处参学，你也都能请问。那住席者，这些大德也乐意开眼为你解释点拨，这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对不对？那这个地方呢，继续讲啊，到唐武德五年，就是622年，算起来玄奘大师20岁了。在出家僧众里面呢，一定要受戒，所以呢，他都受了具足戒，又学律部，也就是他对戒学有下功夫，真的有下功夫。听这个会不会觉得，原来清经文法只是世尊所说的这么多里面一滴，是不是这样？放开那个心胸，对于经典不要给意见，记得这个原则。对任何的经典，不要把自己的意见放上去。世尊他不放意见的，他只是在说真理。玄奘大师在当时这么年轻，20多岁，就是从这个论述上面有所钻研，所以如果一个能够对于这个各部论听得进去，这个思维啊，他整个的理路脉络一定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也表示他相应于这样的一种修行方式。其实在简述这个玄奘大师他的生平的时候，我们也同时可以去观察到啊，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些是所谓憨憨的傻大姐傻大哥啊，那这种情形就是在很多事情上面比较不会那么细部的去观察它，有某一种自在。但是如果对于比较缜密的啊，就是人的一种心念的发展，就比较不会那么在意，所以日子过起来会比较坦荡。但在修学上面呢，他需要该细的地方要细，那要细了解之后，要又能够抽空。修学上面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在大德的这些菩萨，他对于经论的了解之后，那也能够深入到里面的发展的过程，那这样子才能从自我心的意识啊，心意识的运作里面，也可以看到众生心意识的种种变化。那这个玄奘大师啊，他在20多岁对于这些论述就有这么深刻、这么完整的接受跟这种熏修，这确实也是非同凡响。那这里面呢，他有慨叹众师所论不一，验之圣典亦淫贤有异，莫可侍从，乃是由天主以问惑便宜。这个地方我们这一看一读的时候就知道他真是清楚的，
像我们如果读论述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跟着这个论述的结构，然后这样子去进入，去接受它。因为这个论述本身是菩萨作论嘛，所以菩萨他的思维是非常非常的有次第而明确，所以他在做这部论的时候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思维模式而进入，然后在这论述我们会直接就是接受它。但这个玄奘大师非比寻常，他在这部论述跟这部论述当中他会做比对，所以他会听到这些这是转述的这些教授师，他们在解释这论述的时候一定也会稍许的有不同之处，他对于这个不同之处会是做内心的一个比对，比对之后他会验之圣点，也就是他会把这个原点，当然这些点这些所谓论述一定也是翻译过来的，所以对于这些论述他会去做这个思考跟这个思考，他这个脉络基础于怎么样，所以他会发现里面他有比较强调的部分，也有比较隐晦的主题，然后他没有办法去探讨其实全面是什么。其实相信修学多年在论述上下手的人就会懂得这个玄奘大师他真的在做一种深度的学习。这种深度的学习是你深入经藏里面必须要有的态度。那当然呢，这深度的学习就是我们所谓意识的改造，我们观念的改变。这观念的改变之后，你整个思想脉络跟那个宗旨才能抓得出来。那当然呢，佛学最重要的并不是在于言辞上面，最后一定是得实用去实践它。但是如果你在这上面不顶清楚，有时候在实践它的时候会有一些恍惚，有时候会有恍惚，人是会自我对话的。当你自我对话，你理不清它真正的脉络的时候，你有些时候会掺杂着自我意识去纵容自己这个模糊的想法。那这个是一种做学问的态度，也就是在论述里面特别会看得出来的。那如果是世尊的经典在讲一些以现象在说道理的时候，这种基础的论述你要很有慧根，你自己会被补述它。那如果读菩萨的论的时候，他会条理分明，你一句话他就可以跟你细说十个层次，这个是论的不同。那这个玄奘大师在20多岁他就有这样的能力，这一定是宿世修来的。那这个思维上面呢是绵绵密密的。那这个时候他就发了一个愿，他想要去游天竺，也就是去印度世尊成道的地方，去找这个原点来真正厘清自己的迷惑。这种精神值得赞叹。不管你学习什么，就是要能够弄得明白。那像我们如果心意识有了一些闪烁，有一些讯息的时候，很多人就是要打破砂锅问到底嘛。当然不是所谓小孩子的为什么为什么一万个为什么，那是就于现象。但是如果说就于理上面，你以这样的态度慢慢去反观，最后还真的是观自在。好，那在了解到贞观三年，就是629年，有的说是贞观元年。这个时候玄奘大师他真的背起了行囊开始往西走。有的人竟说的自己一辈子想要做些什么事，可是呢就忙于琐琐碎碎的世间缘呢，那也没有真正一个开启的第一步。那这个时候呢，这个
这个玄奘大师啊，他真的是行动了，采取行动，而且这是啊万里行哎，他不是说你买个机票可以到，或是组一个什么旅游团，不是，因为大家都觉得那是非常艰难的，所以他孤身涉险，历尽艰难，经过秦梁、高昌等地，抵天竺的北境，所以他是从中国这边啊西南这边开始走，然后到达从印度的北方，这样，这个是路，就是路的路径这样进入，所以呢，越过金支，所谓新疆省的北路，经过西土耳其、斯坦、阿富汗而进入印度境内，所以呢，他走这一段的路径是非常遥远的。那这些国家都是现在的中东呢，也就是西亚的地方。沿途瞻礼甚积，以礼难行，至摩羯陀国。这个摩羯陀国在佛经里面，它是佛教兴盛的地方。那当时是贞观五年，所以他用了两年的时间，两年的时间从中国出发，一直达到印度。那当然后来他又在那边游学多年，我们慢慢介绍。那到30岁的时候，他就在那烂陀寺，也就是当时最大的一个佛学院，在那个地方去进修了。那所有的原点也在那个地方，所以他投在戒贤论师的门下。那当时印度有一个很有名的戒贤论师，他高龄160岁，那中间有很多的故事的发生。那他在印度的时候学习真的是非常的完整，他习瑜伽师地论，又学显扬婆沙、俱舍、顺正理、对法、因明、声明、极量、中白等论，钻研诸部，凡经5年。所以他花了5年的时间真正的好好的在学习。那这每一部论在我们看来都是很赞叹的。瑜伽师地论呢，在中国有翻译嘛，好大好大的一部论述。那其他呢，俱舍论是很基础的，那里面因明声明、中论、百论这些他都有钻研。之后呢，可能就是一个学习的阶段吧，5年了，他就变有五天主。五天主就是当时的印度，他有分嘛，这5个小区块，所以他整个印度他都有去走一趟。遍有五天竺，立业明贤，叩寻请意，寻求范本。这个时候呢，我们当然要了解他从中国出发，所谓的中国是我们中国人说的中国啦，在佛法里面讲印度就是中国，也就是佛法最兴盛的中央啊。那从这个当时的唐朝的这个属地开始出发，一直达到那烂陀寺这2年当中，相信这个玄奘大师对语言上面已经能够掌握得好，所以他直接进入的时候在那边学习，才能够对于这些论述能够了解。那像我们来讲啊，如果你在某个环境里面这样子渲染生活，这语言的学习就是最直接的。否则你在这边读个英文，读个20年，去到国外或许还是要用文法来思考事情。那如果你在当地的一种对话跟实际的演练，它就已经慢慢转变成一种自然的方式啊。这个是一种学习的方式不同。他呢在印度又游学12年，也就是他在5印度5天竺各处都去叩寻请意，都是找这些有成就的大德，然后寻求范本，真的要找到原点来读，这种态度是很值得赞叹的。所以他花了12年的游学之后，再回到那烂陀寺，然后这个戒贤论师呢，他就
叫他讲摄大乘论跟唯识抉择论，因为他的思维一定是非常的清楚，这理路清楚啊。学佛的人这上面都是明明白白的， 你自己慢慢修行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起心动念的第一念，它循序的方向是怎么走的，那它是怎么粘附上，就是粘附上这些杂质，你又这多增加了一个不好的想法，有了一个幻觉的投射之后，你就会朝这个路线开始又去无限编排，然后到最后呢，你会再绕回来的时候，它经过了好远好长，那你会发现莞尔一笑，自己真的是无聊做了好多的这种意识啊，这种环绕的无聊的梦。那再回来这个原点，你这个主干线啊，那你就会慢慢再往前，一直到你真正去懂得什么东西，就剥落，这个都是修行人他内证的功夫了。那这个玄奘大师呢，他在这个唯识上面啊，非常的有成就啊，表示他明明白白这个所有的一切发生。那辩证上面，其实能够辩证的人啊，他本身对于这些的发展的对与错、厘清、摇摆是很清楚的。那当时呢，狮子光有一个这个一样在这个佛学上面有一点了解啊，然后但是解释是不同的啊，所以有狮子光他讲中论跟百论，然后对于这个摄大乘论跟唯识抉择论，也就是玄奘大师在讲述的内容有所回应，也就是他驳斥于他说的不够正确。那这个时候呢，这个玄奘大师他就会和中观跟瑜伽师地论两宗做了一篇文章啊，做了三千颂，叫《慧宗论》，来回应他，那回应这个狮子光所说的。这个有些时候是理路的方向不同，那有些时候是修行法门的起点不一样，所以你在看很多论述的时候，比如说他是以声闻的角度来论述俱舍论，或是以大乘的角度来论述摄大乘论，它里面就有一些层次上的差异。比如说你以声闻的角度，他的心量跟他看事情是在有因果跟有涅槃可证的角度来论述俱舍论，那如果说你以摄大乘论，他最后要讲的是一个无限开发的这个广角，所以他本身就会在某一些这个论述上面会有一点不一样的层次，就是说这个上面呢当然讲的时候，当时的上座部会在讲有，就是说世尊在成佛之后为弟子众在所说的这些带引的佛法里面，他强调有一个证悟，证悟的相状，比如在阿罗汉呢，他会有一些神通等等的这些啊。那到后期的佛教论点里面，他就这块就完全隐晦下来，就不再谈，因为已经没有世尊在以证明这是所谓正确的或非正确的，还比较容易让人家觉得妖言惑众。那之后当然还有一些对谈，玄奘大师又着手著述了破恶见论1600颂，来破斥乌图国小乘论师的破大乘论，因而名震五天竺。因为他五天竺都走过，那大家对于玄奘大师他的好学的精神跟他思维里面那个理路清楚的这一块，应当都是有所认同的，所以在这个小乘论师讲破大乘论，就认为这非佛说，或是说大乘的思想是所谓
无边无际，不好去肯定他的这种状态，总是会有一些论述上的差异。所以他用破二见论啊，再把这个心量的范围啊，就是这个上面在阐述。所以当时啊，他在五天竺啊就非常的有名气。那戒日王等，戒日王是当时五天竺一个非常有名望啊，有声势的主要的一个王。那这个戒日王啊，还有其他小国小国的王，听到之后都敬香礼业，都争相来礼拜。那个所谓唐朝来的留学生啊，就是玄奘大师。对他们而言，他是个外国人嘞，是吧？那当时呢，又经过了他30岁到嘛，那经过了十多年，所以41岁的时候，这玄奘大师就想要回到这个唐朝，就是回到他的祖国，他想要东返。那当时的戒日王就在屈女城为玄奘大师做了一场大法会。就大斋会，那邀请五印度18个小国的国王都列席到这个地方。那当时呢，大小乘的僧众以及婆罗门，就是不同的宗教、不同的这个修行的模式的这些修行人，有7000多人，也都到达屈女城这个地方。那这个时候办了一场最有名的辩论大会啊，这个是佛教史上著名的屈女城辩论大会。当时的玄奘大师受请为论主，只要有人提起论述或是有一些思想，你都必须回答啊，就是像说什么挑战啊，打擂台啊，这样子，你提问你就得回答。所以这玄奘大师啊，真非比小可的啊，这是真的是一个这个上面饱学的，而且融会贯通。他为论祖，称扬大臣，他提出的论文叫《真唯识两颂》。悬在这个会场，当然这个会场一定是一个很大的会场，他的门外啊，就这样在这个城门这样放下去。挂了18天，没有人发论难之，因为他的论述大家都会好好的读，而且他这个论述到底是用中文写的还是用梵语写的，如果要让所有印度的人懂得的话，应该是用外国语言写的，因为他已经在那个国度十几年，那这个语言对他已经不是问题，那没有人敢提出论述来跟他辩驳，所以戒日王啊，更真的崇仰他。那会后呢，18国的国王都皈依玄奘大师为弟，就是皈依他，他们为弟子，这个执弟子礼。那好，这场这个辩论大会也圆满了，玄奘大师就决意辞归，他就决定我还是要回到我的祖国唐朝。唐土来啊，这是一种慈悲耶。我们一般来讲，如果你留学到某一方，那你在当地已经受到了某种注重，然后也受到了某一些肯定，有些人就会留在那里，那个环境好啊，就好好在那里发展啊，也受到这么崇敬、崇高的地位，对不对？但是他的慈悲啊，他的慈悲想要把法弘扬到唐土来，那等一下会跟大家介绍他中间发生这2年内从中国从唐朝一直走到印度发生的故事那为什么他还是会回来？这真的是这个是善因缘如果没有玄奘大师的话，我们好多的论述、好多的经典啊，还无着落呢。好，话说在这个时候，戒日王当然呢一直挽留他他决定我还是要回去，所以戒日王就在那个时候
邀约这十八国的国王一起，大家汇集于首都罗那加城，那为玄奘大师开75天的无遮大会，就是做大供养、大布施。75天，由国王啊，由这个戒日王号召这18国的国王一起来开这个无遮大会，这盛况空前呢。75天呢，那为玄奘大师隆重饯行。那在贞观17年。贞观17年，他就真的开始了回家的第一步路，也就是东归回来。那回来呢，又经过新疆的南路、于田、楼兰而回国，就是他路有一点不大一样，本来去的时候比较偏北，那回来的时候比较偏南，所以这整个绕一圈，往返共历17年，行程五万里。也就是他去跟回来总共留学17年。那这里面他走的路有5万里。那于贞观19年正月还抵长安，所以他的路程就是2年。他去的时候走了2年，去回来的时候也花了2年回来。那个时候呢，皇帝啊就敕命梁国公，就是房玄龄等文武百官盛大欢迎，在城门口啊，好好的欢迎他。那这个玄奘大师他所带着的金像舍利有好多好多，数百件，其中除了佛像跟佛舍利150粒以外，共请回佛经的梵文原典，是梵文原典520夹657部，有520夹，657部，这是很壮观的。那师归后，那这个玄奘大师回到唐土来之后，这个唐太宗、唐高宗都非常的亲重他，就供养于大内，也就是在首都啊，首都啊，就是为他建了特别的一个地方。赐号三藏法师，因为他精通经律论，他不是所谓某一部经或是某部论述的完整学习，他是3藏12部全部都圆满。那唐太宗呢，因为他 是一个好皇帝，这个唐太宗啊，就是唐高祖就是李渊嘛，那李渊的儿子唐太宗，那唐太宗就2次劝玄奘大师弃道辅政，就是你不要再当和尚了，你也不要经营在这上面，你当我的国师来辅佐我治理百官啊。那这个时候呢，玄奘大师他都表达愿守戒资门，阐扬以法而故辞之，就是我要守戒，我要坚持，我是一个出家众，那我要把佛的教法好好的阐扬在我们这块唐土，然后我不想对于政治这上面，在这上面有所这个怎么讲，就是他不在这上面帮助皇上，他不想过问这个朝政。那这个皇帝没办法，只好从他的院帮他完成易经的这个工作，所以建了长安易经院，这是由皇帝下诏，也就是国家的易经院的意思。那建了一个要翻译经典的地方，招易新经，也就下诏说你可以使用你的资源，那全国的这些对于经论有经研的大德，大家一起到这里来，然后还聘请了一些所谓留学生嘛，一样印度的梵僧过来，大家在这个地方把这些经典好好的翻译成为中国的文字。所以呢，玄奘大师先后于弘福寺、大慈恩寺、玉华宫译经有19年之久，19年呢。那深入经藏，来这里面呢，要有什么样的精神，让自己在这19年里面
就这样逐字逐句慢慢推敲，想要把法义这样无限的供养。这个经论呢，总共译出75部，1335卷。那最主要译出的经典有《大般若经》600卷，《瑜伽师地论》100卷，《大毗婆沙论》200卷，《俱舍论》《成唯识论》《舍大乘论》等。也就是玄奘大师呢，把他在印度所学完全的、完整的翻译成中国的文字，弘扬于唐土。严禁菩提教育基金会自成立以来，护持佛法不遗余力，为法轮常转正法久住，敬邀社会大德发心赞助弘法经费。若蒙捐助善款，请汇邮政划拨账户，账号2271880722718807，户名财团法人严禁菩提教育基金会。严禁菩提教育基金会敬邀您护持弘法，共转法轮。阿弥陀佛。